呀月山一壶酒啊，常怀豪饮山水间呐、啊，看乱世烟纷飞，树阴巡洋几个，嘿嘿。乱世浮生几等闲呐、啊，金丝海燕兄弟，孤身思燕门远。这个二百两，嗯，两千两，嗯，哎，我说主演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，漫天要价啊！漫天要价，这个数多吗？这三条人命啊，二位爷，三条人命，这哪来的三条人命啊？赵爷，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怎么胡说八道了？啊，武松一条。搭上我赵哥一条，还有我朱能的，这不是三条吗？哎，我说朱爷，您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谁敢要二位爷的命啊？二位，咱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今天摆这么大阵仗，还不就为那事儿，对吗？对，这赵爷啊，就是个明白人。这老李的事儿，您二位不清楚，可咱俩可明白得很呢。这武松是什么人？该知道吧？他不就是一个步兵的都头吗？对呀、啊，他眼下就是一个死囚犯，就算他是一头老虎，那也是掉坑里的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武松关在牢里，他那帮兄弟一日三餐顿顿给他送好吃的好喝的，养着他供着他呢。跟二位说明白了吗？上面发话。这武二爷要是少了一根汗毛啊，咱哥俩就得少一条胳膊，少一条腿啊。你说，真要是把这武松给做了，咱哥俩是不是就往鬼门关里去了？可不是嘛，弄不好啊，咱这小命啊，不就搭进去了吗？哎，二爷，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？对，怎么办？您二位给我们放一座金山在这儿，咱哥俩没命花。那也是一堆黄土，对吧？这有命挣没命花的活儿，咱哥俩能接吗？朱子，你说呢？对呀、啊，赵哥，就是这个理，命都没了，我朱能还花什么钱了、啊？我早说了，不能相信他们两个，啊，他们今天明摆着是来白吃白喝白拿的嘛！哼，我朱爷就是白吃白喝白拿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哎，好了，朱子。二位爷，咱哥俩吃了还没跑远呢，您看要不这么着，您二位找一个大木盆，咱哥俩再给您吐出来。二位说话不要太过分了。回见，花爷应年。嗯，走了，走了，回见啊。两个兔崽子，无赖，一帮无赖。嗯，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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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给你准备了好酒，待会儿啊，我给你送过来。哎，我们走了，走啊，走，哎，走。店家，哎，里面有包厢吗？哎，有，里边请。好。小二，哎，银子你先拿着，
等一下，我们的客人到了，好酒好菜，只管上，不许多问。嗯，嘿，大人请便。嗯。店家，哎，东京来的两位客人，进了哪一间包厢？啊，二位，直走。嗯，走。哎，两位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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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，好坐。请，我们都计划好了，这一下临终，跑不掉了。小二哥，哎，恩人，您回来了。啊，这几日生意可好？林大哥来了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赶紧请坐。小二正要去找恩人，有些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恩人。什么事？今天有两位军官在我这里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，我听差拨口中说出了高太尉三个字，小人心存疑惑，又派如意去听了半个时辰，他们说话交头接耳的，咱也听不清楚。临了，差拨口里引诺说，二位放心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那两人塞了一包金银给管营和差拨，又吃了一回酒就散了。小二哥啊，那俩官人长什么模样？五短身材，白净皮肤，三十余岁，没剩胡须。另一个身材也不高大，紫糖色的面皮。不好，那紫糖面皮的是富安，那白净皮肤就是陆谦。他们怎么会到了沧州？莫非想要加害我林冲不成？若是被我撞见，一定叫他们骨肉为泥。恩人休要鲁莽啊，小心为上。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遇到大哥，心中啊十分想念啊。这几天心中烦躁，这大想国寺也懒得去了。林兄啊，林兄，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，这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。今天啊，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，好好的聊聊。娘子，官人，官人，我在这里。官人，娘子，官人，他啊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官人，请问，有没有见过这么高、没什么胡子的人？请问，没有，没见过。多谢。啊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、没什么胡子的人经过？没有，没见过。啊，哎，啊，陆兄，我看到了林冲啊！林冲，他看到我们了？没有，好像在找人。找人？嗯，找人？他是在找我们。找我们？恩人，今天又没碰到啊。小姐家乡我已仔细排查，牢营城里也没什么动静。来，恩人，
喝水。也许小儿认错了人，或者他们已经回东京去了。哎，哎，大人。啊，林教导，你来这里已有数月，挨着柴大官人的面皮呢，我总想抬举你，可却也一直没有机会。大人。林冲能留在天王堂，那已是感激不尽。这里东门外15里有一座大军草料场，每月但凡前来提取马料的，总会有一些惯例钱可以提取。此事原是一位老君在看管，现在呢，我抬举你，让你去替换那位老君。你到了那里以后，每个月可以有几贯钱的收入，以作为补贴常用。那林冲。谢大人的提拔。林冲，这边就是草料场了，以后你就在这儿吧。跟我进来吧。哦。玉，你就留着用吧。天王堂内我也有留在那里，你要。便可使用，啊，多谢了。稍等。你若买酒喝时走出草场，向东大约2-3里地，便有一个小市井。多谢，那就告辞了。告辞了，告辞了。这房子破成这样，这个冬天该怎么过啊？刚才老君所说，2-3里外有一个市井，我何不先去买些美酒，抵御严寒呢？神明庇佑，林冲改日一定来烧些纸钱。店家，从哪里来啊？认得这个葫芦吗？这葫芦不是看守草料场的老君的吗？我是来接替他的。哦，快坐，赶紧打两角酒，切两斤牛肉。哎，好嘞。再把我这葫芦装满了。好嘞。
神明见谅。计策如何？这全靠管营、差拨两位用心呢。等我回到京师，禀过高太尉，将保你们二位立即升官。多谢陆大人提拔，多谢陆大人提拔。此番呢，烧死林冲，高衙内的病必然好了。哎，张教头那厮啊，三番五次托人情去说，你的女婿不在，他偏不听，就是不肯答应将女儿改嫁。等一下，从林冲的尸身上找出一个信物，拿给他看。过一会儿，他爬到墙里去，四下瞅瞅。林冲若是侥幸逃得了性命，烧了大军草料场，也得是一个死罪呀、啊。天可怜见林冲，若不是大雪压倒了草料场，我此时已被这三个奸贼活活烧死了。奸贼！母亲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屡屡加害于我？这不敢小人之事，却是高太尉差遣。大哥，小弟不敢不做，拿命来！走。哎呀，哥哥，这白茫茫的雪把山上的鸟路全给盖住了，这怎么找上山的路啊？要不咱们先找一家客栈住下吧。天色已晚，这附近也找不到客栈，我看还是问问路人上梁山要紧呢。好，洒家听哥哥的。两位好汉，两位好汉，请留步。看好汉的身形与所使兵器，您莫不是花和尚鲁智深？正是洒家，这位是我哥哥，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。两位好汉，失敬失敬，少说废话，告诉洒家，这梁山的路怎么走？鲁提辖，您问我可算问对人了。小人朱贵，正是这梁山头领的手下。两位英雄，请。来，诸位兄弟，我王伦先干为敬了。好。
来人，把银子端上来。啊，林冲兄弟，虽说你是柴进柴大官人举荐而来，但是我这水泊梁山实在是庙小啊，怕难以住得下两位英雄好汉。哎，王伦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是要赶我们走吗？啊，没，提辖，在下说的都是实话。什么实话不实话的？俺家哥哥有难，来你这梁山避一避，这刚到这儿你就下逐客令，你好个没人情啊！提辖，误会。兄弟，王头领有王头领的难处，你稍安勿躁。为什么要稍安勿躁？哎，王伦，今儿洒家把话搁这儿，人你留也要留，不留也要留。你若敢嫌弃俺家哥哥，兄弟，这说留不留？提辖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家兄弟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哼，来，这位英雄，吃酒吃酒。来，哥哥，好。哎，哥哥，你现在就回去吧，洒家认得下山的路。我林冲能认识鲁达兄弟这样的好汉，死也值得。哥哥，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是我鲁达遇见哥哥，才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。若不是为了救武松兄弟，洒家还愿意在这山上每天跟哥哥吃酒作乐。武松兄弟的事要紧，兄弟，还是快快下山。不过兄弟切记，救武松兄弟的时候切勿莽撞。如今哥哥也安身在这梁山上了，洒家也放心了。对了，若是王伦那厮敢对哥哥不敬，哥哥就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林冲自有分寸，兄弟，保重，告辞。脱下来了个和尚，正往这边走来，看上去很是肥重，是个好货色，下手吧。我不早跟你说了吗？十字坡不杀僧侣。嘿，我知道，只是最近生意不太好，弄点钱财花花也不错呀。先别着急，能不能下手，进了店再说啊。哟，客官您来了。嘿嘿，哎，客官，哎，请坐，哎，请坐请坐。哎，客官，先喝碗水。哎，哎，客官，您要吃点什么？赶快上酒上肉，洒家饿了好几天了，快快。哎，好。掌柜的，他要酒要肉。那是个酒肉和尚。你别看洒家现在是个酒肉和尚，曾经那也是做过提辖官的。做过提辖？呸！原来也是个当官的走狗。再说了，洒家给你们银两，怎么？难道你们还不卖酒肉给洒家？卖？没说不卖。你说不卖了？没有啊。你说了？没有啊。没说不卖。你这鸟人！洒家看你就是不爽，快点上酒肉来，要不洒家砸了你这破酒店。哎，我说你这和尚说话好生没有道理，你今儿敢砸了我这个店，我就让你出不了这个门。小的们给我拿下。天，你这鸟人呀，
你这错鸟，来十个打十个，来一百个打一百个，哼，说到底服是不服？大仙饶命，饶命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洒家是有要事在身，就不与你们计较了。哼，赶紧上好酒好肉给洒家吃。是。洒家吃饱了喝足了，就会放过你们。啊，是。去吧。皇上饶命！掌柜的，哼，这鸟世间竟是你们这些欺软怕硬的小人！谢，还愣着，上菜去！好，上菜，马上来，快！嗯，快点，好了，啊，什么酒？好酒，准备好。爷爷，千万别生气，我给您倒，给您倒，倒满。嗯，请。你还别说，你人虽然讨厌，但这酒还真不错。那我再给您倒点，再给您倒上。来，吃菜，吃香。嗯，好久没这么痛快的喝了。行，哦，好，过瘾。你这撮鸟，你给我酒里下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下了点蒙汗药。不过，俺十字坡的蒙汗药，老虎吃了都得倒。你这鸟人！别动！你这和尚，吃了俺老张的蒙汗药还这么猛啊！3、2、1，倒下吧！武松兄弟，鲁达对不住你，且让洒家成了这几只撮鸟的刀下鬼之后，化作魂魄赶来救你吧！拖到后厨去。好嘞。掌柜的，动手吧。好你个贼和尚，竟敢打你张青爷爷，真是活腻了。我跟你说，到了阎王殿，见了阎王爷，就报上你张青爷爷的名字，也算你死得不冤了啊！三头，哎，老板娘，哎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刚来了一肥和尚进店吃酒，打了掌柜的，还有我们呢。你说什么？和尚也打人呢？人呢？嘿嘿，已经被我们迷倒了，现在送到后厨去了。又要杀人了？不是说过只杀官府的人吗？现在连和尚也杀？不行，老娘去看看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住手！二娘回来了。当家的，
听说你抓个大和尚。是啊，这个肥和尚也是个火爆脾气，居然打我，好像还给官府做个走狗，当过什么提辖。让我看看。鲁达兄弟，哎呦，你这个贼汉子，有眼不识泰山，他是我兄弟啊。鲁达，要是我慢来一步的话，他就死在你手里了。花和尚鲁智深，少说废话，赶紧把他弄醒了，快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拿水拿水，快点儿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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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鲁达兄弟，这是何处？难道是阎王爷的地府吗？鲁达兄弟，是我，二娘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没事就好。啊！你这个人，你也在这里，看洒家不打爆你的头！他会误会，他是我当家的，不打不相识，这是误会啊！赔罪赔罪赔罪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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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下可完了！怎么了？二娘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洒家要赶去阳谷县救武松兄弟啊！吴二弟怎么了？哎呀，他杀了西门庆和潘金莲，又遭小人暗算。洒家怕他被人害了，所以要赶去阳谷县救他。哎呦，怪不得我的眼皮子这几天一直在跳呢，原来是我的五二兄弟他在受难。哎，走，我也一起去救他。好，二娘，二娘，二娘，哎，别着急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别去了，你看今天天都这么黑了，要不明天去？你说我五二兄弟在受难，我能不去救吗？走。哎，鲁大兄弟，鲁大兄弟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这你赶了一天的路，这肚子不饿吗？我听你这么一说，洒家的肚子还真饿得慌。哎，二娘，你看鲁大兄弟肚子饿了，你总不能让他饿着肚子赶路吧？啊？二娘，俺也是肚子饿得慌，要不我们吃饱了东西再说事儿吧？对对对对，吃饱东西，赶快快快，好酒好菜啊！好嘞好嘞。那好吧，先吃了再说。哎，对对对，吃了再说。哎，好，走走走，哎，走。哎，道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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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鲁大兄弟，我张青啊，有眼不识英雄，差一点还害了你的性命。这碗酒啊，就当兄弟给你赔不是了。来来来，都喝了这么多碗了，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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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喝。行，啊，好，我还得敬你一碗。嗯，哎，好。我今天识得你这个英雄，是我张青三生有幸，我再敬你一碗。哎呀，你就别敬他了，这鲁达兄弟还要跟我去救我二弟呢，这喝醉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这婆娘，鲁达兄弟是三碗酒就能倒的人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们接着喝，来来来来来。我原先喝酒啊，都是大坛大坛的喝，从来都没喝醉过，没有没有。鲁达兄弟，这样吧，我呢跟你一块儿去把我二弟救回来了以后，回来老娘我陪你喝个醉生梦死的，怎么样？二娘，我还想再喝一点。是吗？你这婆娘今天怎么回事？怎么那么小气啊？呵呵呵呵呵呵，喝死你啊！喝，怕媳妇儿，见笑见笑，怕媳妇儿啊！你这婆娘真是多事，不就喝点酒吗？我怎么多事了我啊？我怎么感觉有两个张青在跟我喝酒啊？啊啊！鲁达兄弟，喂，鲁达兄弟，你起来啊！你看这下好了，咱们去救二弟啊！呵呵呵，渴死你啊！反正今晚也去不了了，那就养足精神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二娘，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
你明天能不能不去救武松啊？说什么呢？菜园子，菜园子，武松他那是我的二弟呀，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现在他有事儿了，你不让我去救他，你是让我得一个忘恩负义的罪名是吧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，不想让你去那些人多眼杂的地方，怕你出事儿。反正我不管，为了救我二弟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愿意。哎，二娘，那个鲁智深不是要去吗？他武功盖世，他一定能把武松给救出来的。我觉得吧，你去那反而碍事儿。哎，疼！我说菜园子，我怎么早没看出来，你是这么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呢？不是，你在担心什么？你是担心我去了那边就跟着武松不回来了是吧？不是，哪能是这个事儿呢？我真是怕你这个安全。你想啊，那城里到处都是蔡京的鹰犬，那如果让他们发现，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儿。放手！哼！我告诉你，我是确定了。哼！鲁达兄弟，来，走了。啊，好，二娘，怎么了？你要今天敢离开这个十字坡店，我就休了你。哟呵，张青啊，张青，你还真长能耐了，想把老娘给休了？张青兄弟，张青兄弟，二娘呢？她也是为了救武松兄弟心切，这江湖中人嘛，讲的就是一个义字。你呀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等把武松兄弟救出来，洒家就让二娘回来。不是，鲁大兄弟，他走就走了，穿那么漂亮干什么？不行。菜园子，老娘告诉你，今天你得给老娘让个道。等老娘把五二兄弟救回来以后，老娘我立马就休了你。走。哎呀，你，鲁大兄弟，兄弟啊，求你一件事儿。啊，你说，我们家二娘这人性格暴躁，你可千万要保护着她，万一她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可真的没法活了。张青兄弟，你就放心吧。洒家答应你，一定把你二娘完好无损的送回来。好，告辞了。哎，众位英雄，在下王伦，久闻天王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光临草寨，实乃幸事。超某是个不读书史之人，甚是粗鲁。今日势在苍卓，甘愿在王头领帐下做一小卒，不弃姓氏。哎，天王休要这样说，且到小寨里再做记忆，请。这位英雄，敢问尊姓大名？在下林冲，谈何英雄啊？80万禁军教头，豹子头林冲。正是在下。小生久闻林教头大名，真是如雷贯耳。今日相见，幸会幸会。刚才第一眼看见林教头，心想此等气宇轩昂之人必然是个大英雄，果不其然。林教头，幸会幸会。大家都不要站在这里说了，咱们先请到山寨里面，边吃酒边聊。哈，请请林教头，请请。请一抹抹心，绿树枕香。
终一场飘。